嗱，不過我係嚟到山東嘅青島啦，你知唔知啊？原來娛樂圈裏邊好多美人咧，都係嚟自山東嘅喎。誒，我識一個，佢成日話佢美人之中嘅美人。邊個啊？我成日同佢合作嘅朱咪咪。我講唔係佢，我講咩咧？李美鳳啊，林青霞啊，范冰冰啊，仲有由巩俐咧，就係青島呢度噶。係，咁我哋嗱嗱聲上身睇下靚女咯。OK OK。咦 ，Steve， 系我头先咪饮大两杯啊？点啊？我感觉到咧，好似我哋唔系嚟咗青岛，好似嚟咗欧洲咁啊！诶，你感觉啱噶。嗱呢度咧，曾经当时德国政府系强迫咧清政府将前面呢个胶州湾咧系租借出嚟，起佢哋欧洲式嘅别墅，所以你见到咧每个别墅建筑物咧都好欧式化嘅。同埋呢个 view 咧，我觉得好靓啊！我感觉到我自己好似嚟咗咧浅水湾咁样啊！系啊，青岛出晒名嘅靓景。红瓦、绿树、碧海、蓝天，一次过可以睇晒咯。不过历史咧真系戏弄人嘅，即系话如果当时唔系德国嚟咗呢度霸占咗呢度咧，又冇咁靓。但系对我哋中国人一个耻辱嚟嘅。嗱呢度咧原本系炮台嚟嘅，咁大家见到前面个湾咧咁靓咧，德国人都明白就要守住呢度，所以将呢个炮台咧系对住嗰个湾咯。咁喺八十年代咧就将呢个炮台咧改为现在呢个公园咁样。Steve 呢度环境优美，风景如画，啲别墅咁靓，我真系好中意啊！系嘛，你真系中意啊？嗱，其实我啊订咗十几间啦，中意送间俾你。是不是揀樓？好好，寶寶嗱正啊！呢邊使曬度啊，十蚊、廿蚊、三十蚊，淨係呢度先有得賣，唔使人費，唔使律師費，佣金都慳翻，揀啦！你就係講呢別墅啊？冇錯啊，買個細啲嘅別墅啦。啊，冇盒嘅？啊，沒有盒子，它是一盒子八個的，你是買一個。